钱，打的就是你，打你怎么了？打你怎么了？你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了，有钱你就了不起了。老娘有的是钱，就是了不起。来呀，打我一下试试，你打我一下试试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你还敢动我，死丫头！郭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哟，这不是贾总吗？这荒山野岭的，你跑到这儿干嘛呀？我刚刚正好在附近谈合作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刚刚开车开得好好的，他嗖一下就窜出来了，要不是我刹车及时，他早被我撞飞了。刚刚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看见了，人家小姑娘好心帮你把木头拿开，你不但不感激人家，还出手打人，请问你这样做还有良心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可是合作伙伴，你在教我做事吗？是合作伙伴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给这位小姑娘道歉。道歉？你怎么想的呀？你想的倒挺美的。你什么你呀？小心我跟你取消合作。哟，我看你这小眼神还有点不服气呀。我啊，大哥大哥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。贾总，你跟他又不认识，你这么做值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就一定会管的。我相信如果是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好，那咱们的合作取消。那正好，像你这样的人品，我也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合作的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哎，别，贾总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他。好，贾总，姑娘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姑娘。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害得你合作都取消了。没事的，姑娘，像他这样的人品，我也不会跟他合作的。帮助你是我应该做的，你要相信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公道自在人心，今天这个公道我还给你。谢谢你，姐姐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只有一身坦